由灿星制作和央视综合频道联合打造的大型公益励志舞蹈节目《舞出我人生》将于4月14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首播，而近日节目首期录制现场的一段视频也随之曝光。担任梦想大使的活宝周立波在录制间隙频频耍宝，不仅模仿蔡琴演唱了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还提议让评委方俊和杨丽萍上台一同伴舞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慢慢地催生出我的心坎。绕过这个。据了解，节目首期录制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，为了给观众们提神醒脑，周立波和三位评委在录制间隙频频和观众们互动。凌晨4点，周立波还用沙哑的喉咙为观众们高歌了一曲《我爱你中国》，可谓用心良苦。